紧接着欢迎我们三号张乃文。来，乃文跟现场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 台中三圈购物节的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可以给我回应吗？好，大家说好好不好？哦，台中的朋友应该很热情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他好像还没有吃饱，所以有点害羞了。哦，那一定要跟大家介绍我手上的商品哦。我是张乃文，没错，就是杨乃文的乃文。我手上拿的是星星太阳饼，来自我们的自由商圈，皮酥打百层，麦芽内馅不加糖 ，Q 弹软不粘牙，特殊的星星造型，藏在口中甜蜜。幸福也会跟着洋溢哦，谢谢大家。哇，所以刚我们乃文告诉大家，吃着我们心情的太阳饼的话，可以让你更加幸福，更加甜蜜。好，一样三连拍的动作，一。